的哇。速度咧唔算好快啦，大約應該可能係我就俾佢六十啦。書冇講啊，聽下六十嗰個速度啊，一、二、一、二起。開始去這個、一開始就比較要強啲嘅音啦，收手去托勾先啊，咁啊托指，然之後就勾勾指，咁啊喺古箏多數咧會先勾後托嘅，咁但唔一定係全部都係噶，咁而家佢呢個咧就係中音，跟住就低音掃啊掃，咁我哋呢個咧佢都可以嘅彈法咧就係撳落去，收手佢有個震音啦，一下。兩拍學個拉咧，降低要降低啲啊，就未有八度嘅。So so， 好呢度個指法少少唔同啊，托勾托勾托啊，哆哆哆哆，啊呢個拉又撳到去個哆，去到哆啊，拉哆嗦。拉哆嗦拉哆哆，再听一次。咁亦都可以用夹弹噶，哆哆哆。咁呢个中指压落去嘅时候咧，就冇呢度冇凹啦，个位唔好凹啊。呢度咧要微微要弯出去少少，直就冇
咁樣咁樣凹咗，凹咗咧就唔好啦。係要少個力咧，要聚喺個指尖個指尖度嘅。如果力聚喺個指尖咧，咁佢呢個位咧第一個關節就唔會咁樣凹咗啦。小心啲呢個啊。跟住第二句，因為頭先第一句完咗啦，第二句有個花子喎。好，呢個個都係托子啦，我就會用花子，然之後就托啦。咁有兩個彈法嘅。一是用夾彈壓到去個咪嗰度 ，so 咁啊要俾力嘅，呢個要俾力，一拍兩拍，啊，同前面嗰度一樣啦，亦都可以有一個另外一個彈法，就係提起佢，咁但係提起佢嘅時候咧，呢度咧一定要一起開成，唔可以斷開，同埋個連托誒，咁亦都係斷開咗，唔可以斷開嘅，一起開成啊 ，so。可以一個漸強，因為它是一個上行來的，拉到可以一路漸強，拉到這個位置，第二句連到去這個蘇蘇那裡，再說拉到瑞咪，拉到瑞咪之後它有個 T 的，個 T 的時候一定要同步，不可以提前按定，雖然個 T 前面是個哆瑞咪，但是它再前啲是有個拉的，咁如果你聽一下，如果我提前按啊，彈完個拉，會不會聽到有一個按鍵？咁提前按咧，會有一個上滑音，個拉的上滑音就出嚟，再聽一次啊。雖然是為個 T 的時候提早了準備，但是咧嗰個拉的時候咧就會有一個上滑音，咁我哋要避咗呢個上滑音咧，我哋就要呢個 T 咧一定要同步啊。咁咧就會聽唔到先前嗰個拉嘅按弦聲音啦，聽一次。好，呢度要小心呢個 T 啊 ，T 要按準 T 拉哆，去到哆，等於呢個哆一樣啊 ，T。好，彈個蘇嘅時候咧要放嗰個拉嚇，放 T 拉後邊嗰個拉。嗰個蘇要彈個蘇嘅時候咧，這個拉要放咗，跟住再彈個拉，又去到個哆，唔好放手，等埋後邊嗰個蘇一齊蘇蘇，再睇多次。依度先為之軟句，好，去到呢度之後咧，蘇完之後咧，個手左手即刻要走落嚟，跟住嗰個咧要按個中音拉嚇，呢個。好，個化啦，個化咧要撳到去個蘇嗰度，蘇化，蘇化好，跟住彈個咪嘅時候咧，其實喺呢個位置嘅時候咧，彈個咪嘅時候咧就要同步要放盡，即刻彈個咪，個咪要好清晰，請聽一次啊！咁當然喺呢個過程之中咧，我要做得要比較圓滑啲啦，咁再聽一次。这个蘇蘇都要蘇嘅，要啱啱好，大家要平均嘅，一二三四，數一二三四，一拍數四下，一二三四，花指完之後，这个蘇咧，我用抹指抹托，抹托我用個逆指啊，即係反手啊，蘇都要蘇嘅，一拍唔係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個 re 一。二三四嚇，數八字一下數四個，一二三四，好，成句再嚟多次嚇。啊，這個咧亦都係有少少漸強啦。咪嗦瑞咪哆瑞咪嗦，哆瑞咪嗦咧係一個上行嚟嘅，我哋都要漸強嘅。那裡有一個點音，同步點下去，這裡為之完到去另一句，再看一個 Re Mi Re Mi，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下数四，一拍数四下，一二三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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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再听一次。好，我哋收晒啦，数数数数收晒，跟住好，另外一句咯。有个有个刀咧，系个拉弦变出嚟嘅，有个圆圈圈住个拉啊。呢个咧系有两个弹法。如果时呢、这个时值比较长啲半拍啦，咁我要会用嗰、那个同步变到去个刀嗰度，两条弦都系个刀吓，再听一次。跟住后面嗰个刀刀咧，都系个拉弦度劈出嚟，已经按到去个刀啦。好，我哋数拍子咯，又系一下数一拍数四下，一二三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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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两次。好，咁呢个咧，我哋佢仲有震音嘅，个刀后面个托劈个刀刀嘅时候咧有震音噶，我哋都要俾震音听下震音咯。或者第一個刀咧按落去嘅時候咧，都可以俾震音嘅。第二個，咁跟住再睇翻再前一個嘅刀刀刀啦。第一個咧，第一個刀刀刀咧就用強嘅喺琴頭，第二個刀刀刀刀咧就我哋會係喺中間嗰個位置嚇，大約三分，當佢係二到三分一。到啦嗰個位置啦，平時喺琴頭呢個彈啦，我哋移過少少嘅，嗰個音色會有少少唔同嘅。話如果喺中高音咧，我哋就可以喺中間嗰個位置啦。咁如果低啲嘅時候咧，就三分一嗰個位置啦，就唔會彈到去呢一度咁遠啦。個大約係咁樣啦。啊，咁再聽一次咯。第一次係強嘅，嚇用條拉弦嚇。听过中间，另一句，数嗱都呢个又系一样啦，呢个数跟住呢个刀咧唔同，呢个刀咧一样都系咁样做法。我哋要用另一个方法，就系先按好，然之后弹嘅，听一次，数嗱都即系等于数，数嗱都吓，数嗱都，咁但系佢用个拉弦变出嚟啊，数。即刻变出嚟，托劈，拿刀变到已经系个刀嚟，即刻要准嘅按准，唔可以，咁啊唔准啦，呢个唔准啦，跟住另外一句啦，哦呢个拉索咪瑞咧，我哋系下行嘅係由下行，即係話由高音去低音嘅下行。通常下行咧就係由強漸弱，如果上行咧就由弱漸強啦。呢個咧延續咗兩個拉索咪瑞咧，拉索咪瑞哆，我哋會收一路收曬拉索咪瑞哆 and 哆 and 嚇。跟住另一句咧係一樣嘅，但係嗰個有個點啊，有個正點落去。就唔好喺後半拍點，呢個喺後半拍點，後半拍，呢個係正拍，同步一齊點嘅。拉蘇咪瑞哆，倒出聽一次，好成句咯喎。啊，呢個第一個拉蘇咪瑞哆哆，好哆哆之後咧，呢個有個點嗰個嚇，拉蘇咪瑞哆哆，呢個咧就用夾彈啦。到按下去之后呢，就不要放开这个手指弓了，我们在下一行的时候呢，就是弹这个拉了，顺势就着左手呢要放在这个低音拉那里，其他的位置你都不会有时可以不放开就黏住它的，看看这里拉拉，
呢度直头都冇离开啲弦线啦，咁系揿落去，跟住另外第二个小节，喺呢度先至会拎开个手，再睇一次啊。好，我再讲个哆提拉咯喎，我再喺第二个小节啦。啦嗦，要喺个嗦嗰度放啦嗦。呢度连续有三个啦吓，三个啦，睇下每一个都系喺后边嗰个音放手，但系最后嗰个啦咧，我哋弹个哆嘅时候咧唔放手，因为要做埋个 T 先至做埋个 T 弹埋个啦先至会放手嘅。咁再睇一次第二个小节啦。放手，跟住系 T 嗰个啦咧，就喺个 T 嗰度放就得啦，就唔会按翻到佢个哆噶啦，只有 T 啦。再睇一次 T 啦，哆，跟住个咪要走过嚟啦，哆。咪几时放手啦？哆，冇放，冇离开，跟住弹个 re 要放手。好 ，re 到 la sol 又系啦，向下行啦。我哋第一个 re 咧，要俾个俾少少力落去。re 到 la sol 收入 ，re 到 la sol 柔弱渐强啦。咪 re 到 re 咪，呢度一样系睇翻前一个前一行啊。啦嗦啦哆，弹个哆嘅时候咧就要放手，再一次啦嗦啦哆哆，跟住唔重复啦，重复嘅时候咧就一样啦，咁啊唔再重复啦，咁啊再睇下呢个哆哆哆嗰度咯，一拍两拍嗦咪，啊呢个系嗰个咧咪转去嗦下，上面有个箭嘴嘅。咁上面有箭嘴咧，係可以上滑，亦都係可以下滑音嘅。咁要視乎睇佢嘅音之間嗰個排列啦，係由高至低啊，定係低至高啊？低至高就係上滑音，高至低就係下滑音。如果係高至低啊，即係話個嗦音先至帶到個咪音嚇，個嗦係高過咪嘅，呢個高嘅，呢個低嘅，咁需要下滑音。但係佢呢度咧就要需要個咪，就唔係彈條綠色弦。彈條綠色弦彈咗咧，你係唔可以放到佢個咪嘅，因為我哋要所以要將要調轉嚟做啦，將個咪弦升高去嗦先，升高去嗦，彈一次嗦咪，咁樣先至會做到嘅。咁我哋睇一次，一開始嘅時候彈個嗦撳落去先，先將個咪弦升高到佢個嗦，彈個綠色弦嗦。再一次 ，so 好，呢度要几时按落去咧？我哋弹 so 嘅时候咧，可以先至按落去，再一次，咁样可以遮盖咗一个上滑音啊！我再按翻转头嘅时候，跟住隔篱嗰度啊，拉咪，呢度咧要好快，嗰个拉咧系沙二分音符啊，所以相当快嘅，佢嘅二音，咪 so so， 前面咧系。出到啊！哆哆哆哆收慢啦，哆嗰个有个咪咧，个咪嘅下位音书入边咧个下位音系五爱，我散咗嘅，后边前面嗰度一样系唔好放手，弹个咪先好放手，咪俾震音，哆哆收慢。陣間再轉轉個角度再睇睇啊！轉轉個角度啊，睇就睇一次啊，睇嗰啲按弦啊，由頭嚟一次啊，一開始，
按年都是啦。啦，再睇一次。啦，最拉尾嗰个第三个按个啦嘅时候咧，亦都系喺个哆嗰度要放手嘅。再睇一次啊。用压落去啦，嗦要压响啲啦，个勾指嘅时候咧稍微收啲力啦，嗦，下个 T 咧要同步啦，再睇一次呢个。要按翻到佢个嗦，就系啦哆，要按到佢哆，即刻放手。嗰、那个第二个啦你要好清晰，又唔可以，或者系啱啱放到中个时候咧，中间嘅时候就咁就唔会有少少。如果你喺度按住，咁就会有个急速嘅下滑。下滑音出嚟啦，或者系我哋要叫系另外一啲嘅點音啦。咁呢個咧就要清晰嘅，咪嗦咪，按翻到佢個嗦啊，冇放手，冇放手，彈個嗦，帶住嗦先放手。呢度一人啦，一二三四，一二三四。这个拉手咪咪收声啦，跟住点样拉手咪咪，好这个呢就是黐住喺度，唔好放手啦，准备就另外一行呢个拉嘅时候呢，直头呢就是弹这个拉啦，最后一次个点音啊，嗰时候呢已经啲手指呢已经是摆喺啲弦度呢黐住，唔绑住佢，等佢只手唔好咁样跳下，唔使唔好跳掂住啲弦线下，我只手就会好定噶啦。压落去，啦啦，唔好放手，跟住弹个 T 啦。我最睇呢个 Mi Ray， 我就会用 Mi Ray 连托，但个 Ray 你要拧开，跟住抹到 Ray。可以一樣托托嘅，好似前面咁樣啦 ，re do la do， re do la do do， 呢個咧 re do la do 個數咧，你都可以壓落去個咪嗰度，因為佢唔會阻住呢個中指落弦啊。咁亦都可以 re do la do do， 亦都可以嘅 do。咁我呢度用夾彈啦 ，do do， 好，跟住呢度咧就都係撳落去。用夹弹啦 ，mi re do re mi， 呢度咧就用啦嗦，呢个啦啦揿落去，跟住按弦弹个嗦，个嗦要拎起，因为个啦咧系升高一条弦噶，所以要呢个要揿落去啦。托末啦 ，so mi so mi， 拉咪拉咪 ，so so。